瓜去球场啦，林蛋。早安，练舞中两支开场中场，对，开场中场都有哦，加油！哇，今天天气超级好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若晴，我现在人已经到球场啦。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电竞趴，这个主题是第一次哦，而且今天球场不止乐天女，还会带来新的开场舞，还有非常好看的中场舞，而且还会换新的服装来给大家，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。另外呢，今天场边也会有很多有关电竞的活动，不管是电竞赏的抽奖，还有很多的周边等着大家去拿。我觉得礼物超棒的，礼物是有那种荧幕啊，还有遥控手把、麦克风什么的，我觉得超值得去拿的。今天的女孩有很多的场外活动，不管是跟大家玩游戏还是键盘比赛，我觉得都超有趣的。好，那不管如何呢，等一下乐天女孩就先去练舞咯，走。给我们看一个我们的蓝蓝，好久不见。有很久吗？有我上次来不是已经是上一个趴的下雨的时候啊。一阵子下雨，该不会今天又不会把魔力收起来。我们今天有下雨，对，然后他们昨天就在讲说，跟奶奶今天又我跟你讲，昨天下雨的时候，我人刚好高铁开到桃园，就有人飙我说，现在下桃园下大雨了，是不是雨神来了？我说，对，我现在刚好高铁停在桃园呢，怎么那么准？不会，我们要相信今天一定可以顺利开打，好吧？可以，今天一定要拿下胜利。我们要准备练舞了，今天。有开场跟中场，所以请加油。你怎么知道我的意思？请加油，加油。要准备上场了，新舞新舞，都是昨天的视频。哇，大家好漂亮哦！我们有赞助商，对，我的视频，耶！谢谢总监，期待今天的开场舞，新服装新舞，蛋的也好可爱。去官方网站上查看一下。我傻眼，现在才一下两出，炸裂陈子豪真的炸裂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他们全没打，然后对方现在两分。来，球赛开始，那天团员加油！
杯子安达。哇，我们朱一雪已经到三垒了，然后林晨飞现在跑到二垒了，所以有机会，加油！安达，哇！啊！我有威猛一个安达，现在我们2-2哦。尹乐今天也有上班，但他们今天比较。他们今天是在 B 区的栏杆那一排14台那边，对，今天的应援特别，我们今天有几个女孩都在那一区，我们都蛮多人在走道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找找我们在哪一侧。今天是电竞趴，所以一定有特别有趣的有关电竞的感觉，就是重量级赛不够格的靠边站。太棒了，3-2领先，赶快回来上厕所。哥哥擅长新舞蹈，新服装，新服装，期待，因为这件舞真的很好看。来，他说他的鞋垫，我跳到一半。
然后鞋垫跑到中间。看到吗？看到鞋垫？对，看到鞋垫。等于是我的脚踩下去，有一块石头在这里。我整个跳舞的时候脚是这样子在跳舞，超级不舒服。健康路，我左脚都没有用力。难怪蓝蓝刚的表情，一言难尽。然后脚很痛，在做这个时候脚很痛，好痛。好，那接下来双手对对对，碰碰 ，Let's go， 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二三一。前半场就被领先了那么多，没关系，我们下半场继续加油。加油！哎，太厉害了，脸超大，我脸大吗？对，太大，超大。是怎样？怎样？手是好，推就好啊，屁股动就好，手不动，对，好。你怪怪的，你去旁边，你怪怪的。来，八支继续。对面的声音，有没有听到对面的声音？好吓人的大声哦！还好，传到这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现在领先比较多分，他们也是个，对不对？哦，没事。来出棒了，出棒了吧？专业，耶、yeah ！总经理越大声吗？我觉得可以控制一下。8-4，好难过。他们现在二三垒都有人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才一出局。对他们现在只有上一出而已。那所以我们坚信桃园的九局下半可以打五分才对。打五分，打五分，九局下半加油，我们打个五分吧。不然我就把右外野那边。来，九下最后半局继续加油。
太可惜了，今天输球了。没关系，冷冷，明天还有班吧？明天会赢球啊？对，好，赢回来，明天赢回来。哦、真的非常可惜没有赢球，但没有关系，比赛有输有赢嘛，我们下次再给他赢回来。明天呢我就要飞往日本了，哎，这次是带领女孩的工作，所以去当小保姆，带领乐天女孩到日本新系，那之后也会出 vlog， 大家不要错过咯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